医生说世贤严重的水土不服，这里风大，他又发烧了，情况不太妙啊。我看，还是赶快把他送回厦门住院吧。赶快把少爷的东西收拾一下，我们带他回去。好。淑华，淑华，小俊，小俊。 淑华，淑华，淑华，不要离开我，小俊，小俊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小俊。难道在你心里面，不要离开我，只有淑华母子，就没我和朱平？淑华，淑华。 找找世贤，告诉他，这两个懂事贴心的孩子需要爸爸的照顾。他为什么不回来呀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他为什么要丢下这两个可怜的孩子？
小杰。小杰，你要哭就大声哭出来吧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，你怎么哭都不要紧，我一直哭，妈妈会不会担心？我不敢让妈妈听到我在哭，妈妈，我也怕妈妈听到我在哭。可是如果我们强忍着不哭，妈妈会更难过。所以，只有现在我们可以哭，以后要坚强地活下去。因为只有我们过得好，妈妈在天上才会放心，知道吗？姐姐，小姐，妈妈骗了我们，妈妈说要和我们一起陪外婆，像天人菊一样坚强，为什么还要丢下我们？为什么？我不要！妈妈，我好想你啊！妈，我们下地了啊！嗯，舅妈，舅妈，你们还当我是舅妈呀？这天底下有没有外甥打舅妈的道理呀？对不起，舅妈，以后我不敢了。那个玉佩很重要，你能不能还给我呀？你妈都下葬了，你要那个干嘛呀？就我想留着做纪念。这饭都吃不饱了，还有心情想这些呀？那个玉佩真的很重要，舅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以后我一定乖乖听话，你把它还给我吧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。苏晨，行了，你就还给孩子吧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那个玉佩当我养你们的饭钱都不够，除非你们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，我就还你们，想办法吧。新珠，走。你们舅妈，只要东西到了她的手里呀，她就不会还给你们。你们就别再想了啊。
但是舅妈说过，只要我们会赚钱，她会还给我们的。嗯。哎呀，你们这么小，能赚什么钱呢？我和小杰什么都可以做。外婆，我们能做什么事呢？你帮我想一想好不好？嗯。啊，对了，我想到了。在以前，我也做过灯笼，可是现在呢，年纪大了，眼花了，这手啊也没力气了，所以就没做。可是这竹片呢，很硬啊，做起来很辛苦。你们愿意做啊？啊？外婆，你教会我们做灯笼，能够赚钱，这样就不会白吃饭了。嗯。好，竹片又大又粗，外婆是心疼，会割坏你们的手啊。没关系，外婆，为了能要回妈妈的玉佩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忍耐。小杰。哦，他水土不服，再加上感染了风寒，恐怕要好好的观察几天。如果少爷的病情发生了什么变化，我们会及时通知你的。哦，不管要花多少钱，一定要把他治好。哦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师姐。师姐，病人抵抗力很低，又需要休息，请你们还是出去吧。啊，好。这，妈，走。哎，这世贤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竟然为了那个女人，冒着生命危险跑到澎湖去。哎呦，那种地方怎么能够住人呢？这么多年了，他就忘不了这个女人。我倒有点好奇了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会让他这么牵挂？还能是什么人啊？不过就是个狐狸精。他身边不是已经有了一个船员了吗？我们世贤一定是被他给骗了。陈老板，啊，你看，像这种灯笼还行吗？勉强勉强了，我就收下了。这灯笼钱呢，扣掉材料钱，我再。
你看，我和你舅舅做的这么辛苦，家里不能有人白吃饭的，知道吗？嗯。那怎么不叫阿旺也去挣钱呢？小军、小杰，你们既然能挣到钱，以后就要帮家里多挣钱，知道吗？嗯。等等，小军、小杰，这么小做得这么辛苦，手都做破了。他们俩是希望能够把淑华的东西拿回来。我问你，什么时候才肯把东西还给他们？才挣了这么点钱，就要问我要玉佩啊？那要等我以后看看他们的表现再说了。哼，你呀，就是太贪心了。他们这么小，比阿旺还小哎。你要他们两个做多少，你才满意呀？是我要他们去的吗？是他们自己要去的，又不是我逼着他们编灯笼的。没关系的，外婆，钱我们已经会赚了，就要多赚钱来给舅妈。嗯，小军、小杰，你舅妈就这样，你们两个挣得再多，她也不会满意的。别理你们外婆，舅妈先替你们保管你妈妈的玉佩啊。嗯，你们要好好的挣钱回来，听见没？嗯。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我看你最近都没什么胃口，帮你买了点水果。在想什么呢？我第一次去澎湖，才知道那边风沙这么险恶。淑华身体不好，她怎么受得了？爸爸，澎湖在哪里？我要去。世贤，你为什么背着我偷偷跑去找他们？难道你不相信我会帮助你，不相信我会让你和高淑华团圆吗？我，你还留书信说要我体谅你，说什么你会回来。我看你根本就没把我和如萍放在心上。美芳，在你心里面，除了高淑华是你的妻子，我什么都不是，连一个让你信任的人都算不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爸妈不答应，所以才自作主张的。算了，我会再去说服爸妈的。我也会继续帮你找高淑华他们的，好吗？你别再喝了，让他们闻到酒味不好。我还怕什么呢？反正世贤也不在乎我，我喝醉了他也不会知道。美芳，你别难过，他不在乎，有人在乎。对了，你派去的人有消息了吗？那个女人终于死了。死了？总算死了。别讲，高淑华，我对不起你。你看，我这天天盼着别人早点死，我是不是很可恶？